大家好，我是杜丽松，我是法国动物电影导演。现在我做一出戏叫《富男》。这个戏的故事是讲我妈，现在过的是我到红色革命的时代。二零一八年时候，这出戏我得主角将到红色国际动物电影做。今日我是来介绍你人，我的新片叫《邓小姐的森林》。这出戏合作袂好。当画或是都画出来，背景或是都解释。邓小姐嘅森林嘅故事是来介绍一家庭150年过嘅生活，经山头去拜，日日忙忙过，过第一平安嘅时间甲有嘅时代。每一代人拢是需要写起来，家庭需要过黄包，过黄壳，或是从家庭包。爱过爱是爱留到这个，拢是咱祖先人熬烧过的年代。每一个人伫就着说咱烧到咱个文化，就烧着传统个文化，咱个有所。当时之中个时代也是赤药，我是希望咱之中个文化有变发达，有很大个证明。这出片甲咱家己人有深个关系，我就是希望这出戏有变接咱家制作个，甲咱个历史，有影有刀有声有音有画，拢是来讲，来送予咱以后个人，咱以前个历史。你遐在高面生活，好艰苦啊！你红唔白得红叫个。是大概地生活呀，草绿有些浮移，伊个树枝就结来。平来帮人生吃药个物件，鸡米就多几个。鸡都得我教哦。怎教我？我去拍音。哎，遐大埔鸡过歹哦。嗯，伊拢杀皮。错，大埔鸡唔叫我。我就怕鹰。我就怕鹰。我就怕。这出戏个鹰拢是英人个地球话。法国甲德国个电视台也是来修复参加做这出戏，三大法国地球人来修复配音。个意思呢，邓小姐个声音可能是对一出地球话被骗，放到西方个电视台。英雄啊，咱得把握金人生啊，乐享多，有咪该得甲阿母相帮啊。所以我今日来问你人，有变少乎我做几出戏的无？咱做人硬有客气来问人支持，但是支持呢，来问人有心。是有意思的。感谢你能听我，真是希望你能有变修复这出戏最后一步，修复咱家己咱做的小人以后的历史。拜拜。